就讲年代来区别，本年苗条新疆一直是地方的信用中心，今年新挑年嘛是苗新疆十年一刻的这个建设年。为了今次的这个建设庙前已经搭起着普陀大东西嘛，徛起着灯哥。就连高背景的右疆的新民庙，后嘛出动着大轿去迎车队的感召，展现着造就的这个神雕。本案苗条新疆啊，十二档一期，下种五条基安清照啊，今日。啊！受了俺半了，啊！来普安祖师、牛皇武帝、杨虎太师的圣旨，啊！来邀请各右江四十二宗头，遵照古礼，由北大、大桥、金西镇、何家，请来俺半了朝云江来参照，来祈安何景，会当何大平安顺利。你今年受了疫情影响，有真侪活动人停办，不过庙方表示讲，受了众神明的庇佑，建造筹办的过程人真顺利。啊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吼啊，咱头啊在做这个工课吼，我那做甲战战兢兢，吼啊，所以阮伫个二月三月即阵就办出这个十二这个九大主会，啊，然后来办这个道长，啊，最后我那拢真顺利，到即阵啊，各有功，吼，哎，这个新村来斗三工，吼啊，咱。即个新名，大家新威显赫哦，啊，互咱做甲即阵安尼哦，即个工课拢真顺利啦，吼、哦、啊，那感谢着咱即个新村吼、哦、来斗三工安尼吼，啊，互即咱即个疫情安尼慢慢互袂去，啊，互咱即个经济让咱咧真圆满。你本年苗条新疆的建设大典将对28号开始起鼓，及着一直到12月初9来设定个圆满。伊庙方嘛邀请全国善男信女作为苗条新疆来参拜祈求平安顺利。谈天新闻台以下带来采访报道。